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兔头，今天要来保养一下车子。那车好久没开了，一直没有保养，所以我想说，我来保养一下。它每5000就要换机油，但是我已经超过5000了，热爆了。有点吵哦。哦，好了，原来是阀门没关好。哦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开车了。因为最近都在家里忙开游戏伺服器的东西，最近在开那个叫什么 GTRP， 就是角色扮演伺服器，所以两个多月没有什么出远门，真的很少在开车，车子都丢在那里都没在开。只不过还好啦，这车虽然说很久没发，久久发一次它还是发动，我觉得蛮厉害。这种车给人的印象是不是耐操都不会坏？我不知道那个 Honda 会不会很后悔他把车做得太耐用了，因为大家车都不会坏，所以就可以用到现在。而且我家的车里程数也很低，才9万而已。我看人家基本上这种车到现在都是什么18万以上啊，20万、30万的都有，这台车很少开。但是人家又说车常开反而比较好，放在车库不常开又不好，所以我就不知道这样的车到底是好还坏。都是树叶。哦，没事，这把就把。进气轮管的滚啊的，之前去给人家装涡轮，说他不会装，全部都拔下来，也没装回去，然后骗我钱，妈的！下次再拍影片让你们知道整个事发过程。我那时候刚好有拍影片。有点小裂了，差不多要换了。好啊，换。现在比较有，要交材料，你这个换了三条一起，外面三条，还不会轮流，那就换吧，现在吗？我交材料，那多久会好？可以啦，你大脚所以它比较跳档比较慢跳。但是手牌刚开始可以先拉准，刚开始那一步就赢了。对啊，對啊，手牌它优势就这样。拉掉，拉一半，它也不会装回去呀、啊，就还蛮。啊，也要套，那我你不要倒，装一装了就好了。最后是他老婆出来应付。嗯。修好。它流量比较大，会伤，不常开了。对对。哦，改
包养完了，感觉都差不多。其实，这感觉什么？感觉还好哎，没什么变，就这样吧。这台车很久没动了，它超脏的，有空带它去洗一洗。哎，这种货200块，我不知道，我有藏钱在车上。保养完后车子是有比较近啊，不然之前开冷气，整个车就不知道什么多到不行。现在好像有好一点，现在整个安静很多。我不知道车子有，我车子其实没有什么在整理，所以有时候停在外面久的时候就很多怪声，因为最近很忙啊，都没有在开车。发现有个就是强制换挡线有松掉，所以踩油门变得比较松。但是他把转回来之后呢，现在就比较紧一点了。虽然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差啦，说真的，那就只是踩油门变紧，但是踩油门变紧会酸欸，脚会酸。而且我发现这车开冷气的时候在换挡顿挫感都很大，如果你没有开冷气的时候换挡就不会有这种抖动，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就是开冷气会重坡吧。你看它的换挡那种感觉，哦还是很抖，你们听这声，抖动